好，来，我们现在讨论 practice 四的，他问哪一个的 value 比较大？OK，这一个呢是3 square 1.9 1.33 1.27 1.4 square 1.16 1.2 power 5 2.4 8 16 32 1.32，所以它答案是 A。OK，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按三 power 减二等于这样，你把它换成小数点，它就会比较清楚。OK，然后接着的这一个三 power 减三，然后你拿到的是这一个，然后四 power 减二，我拿到的是0.0625。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有二 power 减五。好，很明显，最大的就是这一个，OK。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圆圈，radius 是15，area of region subtended by angle theta 是这一个，这一个 area 是这一个这一边，然后它要你找 theta。So 我们知道 area of sector 等于 theta 除以360乘 pi r square，所以71.8等于 theta 除360乘 pi，它叫我们用3.142这一边，OK，然后 r square r 是15的 square，所以我的 theta 呢是71.8乘360，然后除3.142乘15 square，好。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有71.8乘360，然后3.142乘15的 square，所以它拿到的是36.6度，OK，所以它答案会变成36.6度 C。好，来，在这一边它是一个圆圈，它的 center 是 O。这一个是48142，它要寻找 x。这一个我们用 Superman 没有火箭，所以在这边这个是一个火箭，火箭的情况之下它就是它的2倍啊。OK，所以二乘以四十八，所以二乘四八，然后它拿到是96，这边是96度。OK，然后它告诉你 CB 是 tangent。他不行啊，他讲 CB 是 tangent，可是他碰到两个点，他哪里是 CB，哪里是 tangent，哎呦，但是我当他是 tangent 啊，当他是 tangent，可以当他是 tangent 的没？啊，当他是 tangent 啊，这个是 radius，所以这边是90度了，OK，这样我才能够找到我的 x 啊，但是我知道他这一个 CB is a tangent 的时候呢。它应该只可以碰到一个点的，那可是它碰到两个点，它这边错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找到答案呢。360减掉90，再减掉96，再减掉142，所以我拿到答案是32度，所以它的这一个答案是32度，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32度 d。好，就是这样。好，来我们看第四题。Diagram 2 show the locus of points that are equidistant from A, B and B, C。这一个 A, B, C 它告诉我这一个是78度，然后这样它平分的话呢，这两个会是一样的。然后我的78除以2，78除2，然后拿到是39度。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就 angle formed by the locus and the line B, C。所以是39度，所以它答案是39度 D。好，在这一边它是一个 block，然后它要的是 plan 的话是从上面看下来，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呢，我这一个是6，然后这个是31，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看到的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说这边是6，然后。它在这一边呢，它这一个
是一，然后这一边它也是一，这边是三啊，OK，六一三三 C 啊，OK，看看是从上面看下来，看上面看下来，诶，没有啊，没有啊，它这个可以直接看到啊，所以它是实线，它不是虚线，所以在这边我这个画错了，它应该是实线。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应该是实线，因为它可以直接看得到，然后它可以直接看得到。虽然讲它后面那边有被遮着，但是它，还是能够先直接看到先，所以它还是属于直接看到的。没有答案，没有答案，pen。pen 没有答案，我猜他后面给的答案是 B，但是事实上啊，他应该是要这样，因为他能够直接看到，他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看一下他后面给的答案是什么，他第四、第五是 DB，第四、第五，第四、第五 DD。第五要给 D 用，D 也不对呀、啊。OK，D 的情况之下呢，也应该是会有这一条线和这一条线的存在的吧。来，我觉得这一题它的答案错了。好，来，接着我们看第六题。Diagram for shows cylinder with a diameter of 三，然后就是说它这一边 diameter 是三，然后它有 circular extrusion of diameter 2 meter perform in the middle of the curved part of the cylinder. Pen，OK，for 这一个东西，我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一个图形呢，它应该是这样啊。就是说它是在这一边，然后上面有一个三的圆圈，下面也有一个三的圆圈，然后在图里面呢，它会有两个小个二的圆圈，类似是这样的啦。它图形我想象到的是这样，所以诶，哦没有没有，这个是他要的是，我还以为是要 net，这个是 net，OK。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圆圈，OK，中间有东西空的话呢，它应该还有一条虚线过来，这样，所以我的这个是三零点五零点五，对，三零点五零点五，三零点五零点五，它的这个 pan 是没有问题。每一个的 pan 都对，每一个的 pan 都是你想象一下，它这边有个 radius 三，然后它在这一边就过来这一个隧道，因为它中间这样空掉的那个，其实会变成一个类似隧道这样的东西，这样，OK，所以我这边是空了，这样过去，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二，然后这个是零点五，这一个也是零点五。然后我从前面看的时候呢，从前面看它是一个正方形，然后这边是三，这边是四，然后这边是二，然后我从这个是从前面看，从旁边看的时候呢，它会是一个长方形。然后我看不到东西了，然后它应该是一个长方形，这样的长方形，然后它在中间这边它有那个虚线，2 cm 这样，然后它这一边是1亿吧，可能是这样吧，所以它这一个是这样，然后这边是三。OK，然后它的这一个东西是四三圆圈，四三圆圈，
它全部都一样哦。哇啦喂，这样它是要看它的位置那，这样的话，它应该是这一个跟这一个，它都没有一样大小。这个横过来，它这边没有一样大小，都没有一样大小啊！啊，我们看一下它提供的答案是什么？这一题是第六题，是 B，第六题是 B，是啊，第六题是 B。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是311，这一边过来这样，OK。然后这一个圆圈，其实这个圆圈应该。哦，是啊，整个大圆圈、小圆圈对应的，对呀、啊，就是这样啊，OK，所以我们这一个是向前看、旁边看、上面看，OK，它的位置，它现在是要看它的位置，所以我们的位置，这一个是 front view，这个是 plan，这个是 side view 啊，这样哦。OK，所以他考的原来是这样的东西。接着第七题，他说 Which of the point is not located at 这一个东西？2x 加3，2y 加 3x 等于减4。他在这一边呢，他有很多种做法。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个 xy 嘛，所以你把它的 xy 放进去里面，我的 a 的这一边呢，它是。2y 24加3减4，它会变成减4，OK，所以这个是 B 的呢，2e 加3减2，然后它也是减4，它也是 OK。C 的呢是2减0.5加3减1，减1减3减4，对，我的 D 的呢？二乘减四加三乘三，339，然后它变成 D，所以这个就不对了，所以答案是 D。OK，就是说我的 x 等于三的时候，我的那一个2y 加33等于减四，2y 等于减四减九减13，我的 y 会是减13和2，这样，OK。来，所以它应该是减四减十三和二这样，然后在这边它要 gradient of the straight line，gradient 就 y 减 y 除 x 减 x 啊，一减减四，然后二减减五，一减减四五，二减减五七，所以它是五和七，所以它答案是五和七，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有这个五和七的情况之下，我拿到的会是0.74，所以它的答案是 A。OK，好，啊，一乍看之下好像没有答案，其实是小数点。然后接着在这一边，它要 coordinate of the intersection，所以我的这一条的 gradient 呢是，它的 gradient 是五减减四除五减减二，五减减四九，五减减二七，所以 y 等于九和七，x 加 c，它经过五，所以五等于九和七五。加 c，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有 c 等于那个五减这个945和七，然后我拿到是减10和七，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 y 会是等于9和七 x 减10和七，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我 sub one into two 的时候，我就有那个减 x 加2等于9和 7x 减10和7，然后它这一边我乘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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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越越越，所以我就有减 7x 加14等于 9x 减10，然后我这一边有 16x 等于24x 等于24和16，3824。320.5，OK，然后我的 y 会是等于减320加2，然后它就120，所以它就是1.5，0.5。
好，所以答案是 C。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 express one in term of x。OK，这一个是41度，这一个也会是41度。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我用多卡收我这一个部分，然后我这一个部分里面呢，我的这一个是属于 opposite，这个是 adjacent，所以堵啊咯。所以我们的 tangent 41度等于 over a，就这个 over 11 o 等于11 tangent 41，OK，11 tangent 41，11 tangent 41，所以它拿到的会是等于9.56，9.56。这一边是9.56，OK，好，然后我要找它的这一个 y in term of x，所以我的 y 除以11，y 除以11等于 x 加9.56除以9.56，OK，这个除这个等于这个除这个，这一个是属于那一个 similarity 的东西。所以我的 y 会是等于11/9.56x 加9.56，OK。然后我们在这一边，我这一个有11除9.56，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一个1.15，所以1.15，所以它这个等于1.15x 加9.56，我再跟它乘进去，它会变成1.15x。加这个1.15乘9.56，然后我拿到的是10.994，十一啊，接近11啊，加11啊，对，所以我的 y 等于1.15x 加11，所以它答案是 A。这一题其实应该是属于 Form 5的 level 的，因为 similarity 你们 Form 5才学到，Form 3是没有学到的。OK，就是这样。好，来我们继续看 Section B 的题目。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它会变成-25x power 3 y power 3，5x square y power 3。然后5乘这个25x power 4 y power 3，然后25的这一个是 5y power 120加3/2y power 2x 2y 2，OK 好，所以减125 power 3，然后 x power 3 y power 3，5x square y power 3，然后25x power 4 y power 3，然后5x square y square，对，好，来，在这一边呢，yes or no parallel，so parallel 的时候呢，我们的 y 等于 mx 加 c 的时候，我的 m 1会是等于 m2，so 这个是 y 等于 2x 减 4，so 它的一个的 m 是2，一个 m 是4，所以它 not parallel no。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全部一起乘减2，y 等于减6加 6x。OK，我全部一起乘2，再除5，全部乘2的时候，它就有 30x 等于4等于4加 5y，全部再除5。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就会变成6x 减4/5等于 y，6，所以它的 gradient 这一边，它的这个的 gradient 是6，这个的 gradient 也是6，所以这一个是 yes，这一个全部一起乘减 1，y 等于减3减 2x，这一个我把它搬过去。它就会变成
全部一起除减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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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变成 x 等于减 x 负二等于 y 加140。然后它的 gradient 呢，它就变成 y 等于减120x 减140，好吧，这个放回去。所以它的这个的 gradient 是属于减120，可是这个的 gradient 是减2，所以它们是 no 不一样，OK，所以它是 no。然后这个是2 power 2，2 power 3，所以就全部一起除跑2 power 2了。不要管它，总之就是你把它写成 y 就可以了。然后它这个变成二 power 三 n 减二加二 x，这一个我全部一起乘减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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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会变成二 x 等于减 n 加 y，所以我的 y 等于二 x 加 n。So 在这一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哎，这个是二，这个也是二。所以 yes，所以它是 no yes no yes，OK，no yes no yes，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答案是 no yes no yes，对的，好，来接着第三题在这一边，circle the correct value of x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equation，所以我的 y power x 等于 y 等于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直接 x 减二等于二 x 加一。然后我把这个搬过去，这个搬过来，所以减二减一等于二 x 减 x 等于减三，so 这一个的答案是 x 等于减三。然后接着罢除这个等于这一个，so 这一个会变成二 power 三减 x 加二等于二 power 二一减 x。所以它会变成三减 x 减二等于二减二 x，减 x 加二 x 等于二减三加二，四减三一，x 等于一，所以它答案是 x 等于一。然后接着的这一边这一个是 m power 二乘 m power x per 二等于 m power 一。所以二加 x 分二等于一，全部一起乘二，四加 x 等于二，x 等于二减四等于减二，所以它答案是减二，减三一，然后减二，减三一，减二，减三，c 是减二，然后 b 呢，b 这边它是一，对，减三一减二。来，我们继续再去看这个，它有 tan PQ、RQS 和 ABCD，然后 vertical plane 是 RS，RS 是 vertical plane，然后 horizontal plane 的情况之下呢，哎，vertical plane 没有 RSQ 吧？RSQ1，RQS 啦，RQS，RQS，OK，有，这一个是 RQS 是 vertical plane，然后 ABCD 是 horizontal plane，OK，所以它的答案是 RQS ABCD，对的，好，B。Normal to the plane ABCD, normal 是垂直上去的，RS。然后 octagonal projection of line RQQS 是 octagonal projection parallel to the plane ABCD, RSQS ABCD, 对的，好，来。接着第五题这一边，它是一个 circle center 在 O，然后 QOT 是它的 diameter，TS 等于 SQ，TS 等于 SQ，这一边是90度，这一边也是90度，diameter 出去的是90度，
重点我们要知道 diameter 出去的是90度，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是45度，这一个也是45度，然后这个90减27，90减27，我拿到的是63，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是63度，然后百八减六三，百八减六三减五三，然后拿到的是64，所以这一个是64度。好，然后过后呢，它这一个平行 zigzag，所以这一个27度，这一个也是27度。OK，然后这一个的旁边是180减53，然后拿到是127，这一个是127，然后这个呢就会是等于180减127再减27，然后拿到的是26，所以这一边是26度，这一个是26度。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边90度，它旁边也是90度哦。这一个就，90减27，90减27，然后那个是63度，所以这个是63度。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它要的是 RSQ，RSQ，27度。OK，butterfly，27度，所以 RSQ 是27度，butterfly，蝴蝶的那个形状。来，我们看它的这个所谓的蝴蝶的形状是怎样啊？就是说它是在这一边，这一个，跟这一个，还有这一个，跟这一个，所以它这一个的跟这一个的角度会是一样。好，来。接着他要的是 TQP，TQP，26加27，27加26，然后他拿到的是53度，所以这边这个是53度，这一个53，所以他答案是53，好，然后 SQT 45度咯，SQT 是45。然后 TSR 90加27咯，117啊，90加27，然后它是117，所以它是117，117。然后 SRU 的话就肯定是60度了，64了啦，剩一个吧，好吗？SRU。哦，SRU 就这一边刚刚是，SRU 这一边我刚刚算到的是26加40，这个是26加45，26加45，26加45，然后拿到的是71，它是71哦，哦有诶，有71，对，好，所以这个是71。然后 QTU，哎呀，打脸了！QTU 是64，对，所以它答案是64。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答案是275345，275345，275345，对。然后117714，117714，对了，OK，好。都做对了，然后最后来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它这个是 object，这个是 image，然后这个是 drawing 啊，drawing to object，然后你要写成 it to n，所以它的 scale 呢会是等于12 to 15，然后 per 12，一比355，五比四，OK，好。一比五比四，还是它写成小数点？我看一下，对，好。然后这一个它的 scale 呢是3.2比19.2，我除3.2，除3.2，
它变成一，然后19.2除3.2，然后他拿到的是六，所以它是1:6。然后在这一边，它的 skill 呢会是等于 drawing to object，然后就我在这一边除二，全部一起除二，除二，一哦，0.5除二，0.5除二，拿到的是140。好，然后这一个就有难度了。这一个呢，我们知道它的 k 它其实是 AI 等于 k square 乘以 AO 这种东西，这一个是我的 AI，这一个是我的 AO，这一个其实是属于 from file 的，这个是 from file 的，OK，所以我的108等于 k square 乘以那一个12，所以我的 k square 等于108除12，所以我们在这边108除12，然后拿到的是9，所以 k square 等于9。所以在那边他拿到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哟。所以我的这个九，然后我的 k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九啊，也等于3啊，这样啊。OK，所以 k 是3/1，OK，k 是3/1，三分一，然后它会变成3:1，然后会等于1:1/3，放大三倍。嗯，对，所以它在这一边放大三倍，1:190，那这个它的答案错了，1:4。然后 B 的这边我有放错答案吗？我的单位这边弄错了，这边是3.2米，然后这一个是米，这一个是 cm，然后所以这一个应该会变成那一个m 哦。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个做错了，OK，所以它在这一边是一，然后我把它换成米的话呢，是0.192/3.2，OK，然后拿到的是0.06，所以1:0.06，1:0.06才是正确的，1:0.06。skill 其实是没有单位的，所以它这样写其实是错的。OK，因为我们在这一边我们知道，就是说它的那个 skill 呢是没有单位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写的，我们到了最后一定是这样写的。OK，然后190其实是错的，190不是这样的一种做法的，它的这一个，它的这一边，它 k square 拿到九，它不是讲9倍而已哦，这样，你看啊，你想象一下啊，在这一边，我假设我有622，OK，我假设我这边有622，然后我放大三倍的时候呢，638236，然后它的 area 呢，622，18×6，18×6，然后它就变成108，OK，18×6会是等于108。它不是像，如果它是九的话呢，它就不对了。如果它是九的话呢，它就变成96、54、29、18，然后54×18不等于108。OK，所以在这一题呢，它自己假厉害出比较难的题目，结果它这一边是错了1:3/1，这样，好，就是这样。好，来，我们现在进入 Section C，它要我们 draw the locus of point that are equidistant from the two fixed point Q 跟 R。equidistant 的话呢，其实就是 perpendicular bisector 了。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圆规，OK。然后它的做法呢，其实是这样了，OK。好，在这边，OK，我有那个圆规啊，在这一边。还有这个圆规，我要开这边 display 圆规，好，然后我插在这边，开超过它们两个的一半，开大一点哦，然后上面撇一撇，OK，上面撇一撇，然后在下面这边也撇一撇，这样，然后我插在 R 这边，
然后我在这一边就上面下面撇一撇，OK，然后来到这一边，对，OK，5.7，然后我在这边再撇一撇，OK，好，这样画好之后呢，我就直接拿这两个点连接的地方交接上去，这个就是它 locus 啊，equal distance for 那个这两个 point 就是这样。OK，好，所以它的答案是这一边，这一个 equal distance from Q and R 这样的一种画法。好，来，所以接着在这一边它是 2 cm from point P，这样你画一个圆圈围着 P 一样啊，然后它的 radius 是 2 cm 的啦。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要画这一个的时候呢，它其实很简单的，你也是要用圆规哦。OK，在这边，这一个，然后我就拿我的圆规啊，这一边 2 cm 开到 2 cm，你要怎样知道开到 2 cm 呢？我这边我这个可以直接，电脑这边它有直接 2 cm 吗？OK，你自己本身这样做呢，你就插在扯上面，用扯来量，然后这就是2 cm，这样，就是说你在扯这边的时候，你拿一把扯在这边，然后过后呢，你的圆规插在0开到2，这样它就是2 cm，然后你再来画啦，OK，这样的一种方法，好，这个是这样的。对，它这一个是这样，OK，好，来，接着在这一边它有两个圆圈，然后它的 center 是在 O 跟 P，它的 radius 是4跟2.8，然后所以这个是4，这个是2.8，这边90度，这边90度，还要你算 AB 的长度，所以在这边的时候，你看在这一边我就画多一条线过来，然后我在这一边这样。这一个有给它叫 M，所以我的这一边的这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你想象一下，它这边是 O M O P，然后这一个是四减二点八，这个是1.2，这一个是四减二点八，然后它是1.2，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这一个是四加二点八。然后它会变成6.8，这边是6.8，然后这边垂直，所以我的 MP 是属于那个短的，所以它在这边它就有6.8的 square 减1.2的 square，然后拿到的是这样，OK，所以它答案是这一个，所以它的这一个的答案是6.6。93 cm，来我们看一下，它提供的答案是6.693嘛？它很奇怪，它的这个画法，它其实应该是直接插在 Q 上面点一点，下面点一点，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它 locus，OK，然后我没有 label，6.693，对，6.693。然后在这边这一个是它的 locus，然后这一条线是它的 locus。好，来，接着他要找 area of O P C D。O P C D 的话呢，这样它在这一边，它跟刚刚这个是一样啊，这个是这个2.8，然后这个是6.693，它是一个 trapezium，二分之一上加下乘高，所以它的 area 呢，会是等于。二分之一，四加二点八乘6.693，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120乘四加二点八，然后乘6.693，然后拿到的是22.5，OK，所以它答案是22.76。
cm²， 22.76，对吗？22.76 cm², 对了，OK。好，来，我们继续看下一题。不过在下一题之前，我先自己处理一下这一面的那些。好，哎。好，来，我们再去看下一题，这一个，它是一个 plan of a combination of a right prism and a semi-cylinder。The height 是十，height 是十，volume of the combined object。So volume 的话呢，它其实是找它 area 先。不过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这一个是 opposite，这个是 adjacent，所以我们是躲。所以我的 tangent 那个53.13等于 over 6，所以我的 o 会是等于6 tangent 53.13度，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就有6 tangent 53.13，然后在这一边他拿到的是8，OK，他定位就直接变成8了。这个是八，OK，好，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这边它的 diameter 是八，所以它的 radius 是四，OK，so 我们的整个我知道 volume 是 area 乘 height，然后我的 area of 三角形是二分之一乘六乘八，然后四24。然后我的 area of 那个 semicircle 是二分之一乘 pi 乘4², 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是一百二乘22百七，然后再乘4², 我拿到的是这个25.1428，所以我的整个的 area 呢？会是等于那一个24加25.14，所以它就会变成49.14。OK，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这一边找它的 volume，所以它 volume 是 area 乘 height，所以是49.14乘10，所以是491.4 cm³，就是这样简单。OK。嗯，然后你也有可能，分开找这个 volume，分开找这个 volume，再来加上来。但是我觉得直接 area 加上来，再乘它的 height 也可以。好，在这一边呢，它是三条线，ABC，O 是它的 origin，PQ 是 midpoint。然后他叫你找 A、B、C 的 coordinate，这样我们要做 simultaneous equation 3次哎，还要做3次 simultaneous equation 哦，好夸张哎！啊，这个是 equation one，这个是 equation two，这个是 equation three，然后我 sub one into two 的时候，我就有15x 加120等于 3x 加6，12x 等于-114，so x 等于-114除12，然后它会变成9.5，negative 9.5，然后它的 y 会是等于3乘 negative 9.5加6，OK 乘3等于这样。OK，六减 answer 等于这样，减22.5，减22.5，所以我的这一个是减9.5，减22.5，或者是我刚刚放的是这个15x 加120，就15乘 negative 9.5加120，然后拿到的是 negative 22.5，negative 22.5，好，来。所以这一个是我的 B，negative 9.5，negative 22.5，OK，好，是吗？它在这一边，negative 9.5，negative 22.5，
然后我再来 sub one into three。sub one into three 的时候，我就有15x 加120等于减2x 加21，17x 等于这个搬过来 negative 99，收21减120，然后 negative 99除17，然后他拿到的是这样，哦，negative 5.82。这样的号码吗？negative 5.82，真的是 negative 5.82。然后它的 y 呢，就会是等于15乘 negative 5.82加120，所以我在这一边15乘 negative 5.82，然后加120，然后我拿到的是32.7，所以我这一边是 negative 5.82。32.7，这个是我的 A，这是 C，写错，这个是我的 C。好，然后最后我要找 A 的时候呢，我在这一边我就用那个什么。二 into 三的时候，我就是那个什么，二 into 三，3x 加6等于减2x 加21，所以我就5x 等于15x 等于3，OK，然后 y 等于339。所以它就有35，所以 A 是35。OK，所以我这边我要找 P 的话，加起来除二，加起来除二，所以加起来除二的时候呢，它的 P 是5.82哈，negative 5.82，negative 5.82，然后减9.5，然后再来除二，我拿到的是7.66。negative 7.66，然后它在这边32.7减22.5除二，加起来除二啊，它就变成减5.1，然后我在这一边3.9.5，然后除二。然后拿到的是这个减3.25，减3.25，然后过后呢，它在这一边是15减22.5除2，减3.75，减3.75，所以我的 gradient 呢会是等于这个是第二个 gradient，就是。减3.75减5.1除减3.25减7.66，OK，所以 negative 3.75减5.1，然后 negative 3.25减减就变成加7.66，然后拿到是这一个 negative 2。0.00，我看一下它后面那边是直接用 negative 2还是怎样？negative 2，它用减2，等于减2，所以它就有 y 等于减 2x 加 c，它用那个减7.66和5.1放进去，所以5.1等于减2乘减7.66加 c，所以我的 c 会是等于那个。5.1减2乘7.66，减减变加，加完过去变成减，所以它会变成减10.22，减10.22。好，所以 y 等于减 2x 减10.22。OK，所以它的答案是 y 等于减 2x 减10.25。啊，那不用紧了。
然后他在这边，还是他在这边，我放的是5.1嘛。如果我放的是减三点七五，减三点七五，减三点多的话呢？减三点七五，减三点七五，减二乘那个3.25，然后减10.25。嗯，不可能了，他应该会拿到同样的答案的，他不可以不一样了，所以我刚刚在这一边，我应该是5.1减2乘7.66，哎，这个是减10.22，好，所以他这一个是10.25，所以在这一边他。我要拿到10.25的话呢，我这一个我就用那一个什么减三点二五减三点七五减三点七五减三点二五，很神奇。好，来，接着他要的是他的 x-axis，就是 x-intercept 咯。所以 x-intercept 是 y 等于零，so 它就会变成。零等于减2x 减10.25，2x 等于减10.25，所以我在这一边就10.25除2，然后就减5.125，x 等于减5.125。OK，所以它答案是减5.125，减5.125，哦，好夸张的一题。好嘞，接着我们看 B 的这一个。它是一个 cuboid，然后两个 semicircle 的 cylinder，在中间这样过去，然后那个 DG 跟 CE 都是垂直的。好，它要我们 draw the plan，draw the plan 的时候呢，plan 的时候呢，你就心里想，下面这一个。有，然后这一边是10，然后这一个是12，然后这一边8过去，这一边这一个8过来，这一边它是属于那个什么曲线的，这样，这一个是8。好，来，这边是八，这边是二，然后二四，所以它在这一边，它有二四的话呢，它是在这边，这一个是二，然后它这一边是四，OK。好嘞，所以在这一边，这个是二，这个是四，这边是六，他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他会看到这一个这一边这样，OK，差不多是这样，对，就是这样，这个他的 plan 就是这样。好，来我们看一下答案对不对？喂，什么啦？是这样的嘞。它是一个 semi cylinder 这样过去吗？它这样砍过去的时候，它是这一边这样，它其实它也是横着过去的。不应该是这样啊，那这个空掉它。这个叫空掉，空掉，空掉。所以它整个应该是空完了，对。
又不对哦。是啊，来给我想一想啊。是，应该是像他这样的这个图形。哇，这一个这样我真的是不会画了哦，这一个我画错了。OK，他的答案应该是像他这样。因为它的那个高度不一样，如果它高度一样的话，就像我刚刚这样画，它现在是高度不一样，所以就不是像我画的那样，OK，好，它高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二一样哎，那这边是2cm，2cm，嗯。我也不确定，不用紧，算了。好，所以这一个我保留啊，我不确定到底是哪一个，等我确定了我再跟大家讲到底是哪一个。感觉上有点奇怪。应该是他的对，感觉应该是他的对。OK。是吗？那这卡海玩过去好吗？这直接没有了吗？然后可是它的这一边又，不确定不确定。好，来，接着他要的是什么？他从 X 那边看过去，从 X 那边看过去的话呢，前面是有一个这样的咯，然后接着他又有一个半圆在这边咯，这样的咯，可是有点不对，这样的感觉。好，来，然后接着呢，再来它的虚线的部分，高难度了。这一个，它这一边应该是有虚线这样过去，虚线过来。应该是这样。所以它的是这样啊，感觉应该是这样。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一个，的确是这样。OK，好。来。接着它的那个 from y 的话呢，它是也是这样的一个长方形，OK，然后在这一边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半圆，这样，然后它在这边它又有。这个曲线过去，好，差不多就是这样了。OK，好，这个是第三个。OK，就是这样，好，可以，来，我们去下一题，在这一边，它这一边它有两条线，然后 O 是 origin，然后always move。O equal distance from P, Q and R, S. So equal distance 的话呢，这边它是 2y3x，它其实是一样嘛，这边 y 等于3/2x 加2减6，然后这样的话呢，它应该是在这一边，这样，OK，这一条线。
平行的，在它中间，然后二减六减四除二减二，所以这边碰到减二，这个碰到减六，这个碰到的是四，没有，是这边是碰到的是二，不是四，这是二，这边这个是二，所以它这个是 y 等于3/2x 减二，这个是我的那个。locus m，OK，locus m，好，然后 equation of locus m 就 y 等于3/2x 减二，因为我的那个减六加二除二，减四除二等于减二，calculate the area bounded by line PQ。然后 x 等于二，x 等于减五，x 等于二，x 等于减五，x 等于二在这边，x 等于减五在这一边，so 我的 x 等于减五是这个，然后我的 x 等于二是这一个，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是二，这个是减五，so 我们在这边它会变成一个 trapezium。OK，它类似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样一个 trapezium，这样，是这样的一个 trapezium。然后二跟减五之间是七，OK，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二减减五。然后这个的高度呢是 y 等于3/2×2+2，约3+2，5，所以这个的高度是五。然后这个是 y 等于3/2×5+2，减五哦，3/2×5+2，它是减5.5，啊。尴尬，哎呀，错了啦，减5，所以它其实是这样啊，哎呀，尴尬，超级尴尬，哎呀，刚刚那个是多少了啊？这个是减5.5，而减5哦，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这一个是二的时候，这边是五。然后这边是减五的时候，它是那个减5.5，然后它的那个y 等于零的时候，它就有2×0等于3x 等于3x+4，我的 x 等于减4/3，这边是减4/3，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这一个是2减4/3，然后它就会变成了3/6/4/3，然后这一个呢是减4/3减5，15，然后它就变成11/3。OK，我在这边我有这一个减4/3，然后加5，11/3。然后2+4/3，然后这个是10/3，so 它的 area 这边有 area 一，这边有 area 二，我的 area 一等于1/2×1×10^3×5.5，然后我的 area 二是2/1×10^3×5，OK，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0.5×1/3×5.5。然后拿到的是1/2×12，是又是1/2啊。然后这一个是0.5×10/3，然后再乘五，我拿到的是这一个25/3，然后它也等于那个8又3/1，8又3/1。所以它的 area 呢会是等于这两个加上来，所以它的 area 等于这两个加上来，
所以我的 area 等于16是二分之一加8又三分之一，然后这一边10又一百十二，然后加这一个是八六一百三，所以我拿到的是这一个是八又五个十二。OK，所以答案是18又5个是2。所以答案是18又5个是2。先不管。OK，来我们看一下它提供的答案是什么，在这一边这两个解决了，然后接着的是这一个，在这一边减2，56。PQ and bounded by PQ，还有 RS，哦，还有 RS，哎呀，PQ 跟 RS，我这边全部做错了，哦，全部都做错了，PQ 跟 RS。OK，好，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这样，PQ 跟 RS，我没有看清楚题目刚刚，还有的是 PQ 跟 RS，还有这个跟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是八，它的那个值的是八，它这个是一个 parallelogram。它这边是八，然后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是七，所以八七五十六，所以这个是七。So 我的 area of parallelogram 就直接是 base 乘它，所以它是八乘七，所以是56 cm², 所以它答案是56 cm². 来，我们看一下它答案，刚刚这边是56号，对，56 units². OK，不是 cm，它是 unit square，好，解决。来，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plan front elevation, side elevation，然后还有这个 extruded section, also a cuboid。OK，所以前面看的是这个，这样子拉过去。然后旁边看过来是这样，上面看下来是这样，所以它其实是直接这一个图形，然后放前面放后面，然后再拉过去，这一边它是五，然后这边是三，拉三过去这样而已啊。OK，这样，这一个是这一边，这一个是它的后面，然后它们之间拉三过去这样。意思是这样的啦，但是这个太长了，事实上没有这样长啊，这样。意思是这样，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提供的答案是不是这样，它是这样吗？是，OK，它就是这样。然后它要找它的那个 surface area，so 它要找它 surface area 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一个图形。跑过来，这样，OK，然后 surface area 的时候，我这一面是五乘三，15哦，下面这一个也是五乘三，15哦，然后上面这一个也是15哦，旁边这一面这一边是三，这一个是三乘一，三哦，然后这一个是三乘二，六哦。然后这一边这一个是三乘二，也是六哦。然后这一个是三乘三，三乘三，三乘三，九哦。这一个也是九哦。所以它的那个 surface area 呢，会是等于三个十五加一个九，两个九，
再加三，所以三乘十五加二乘九加六加六加三，所以我拿到的是71。我还有前面那边前后两面没有加到，前面的这一面，前面的这一面呢，我们拆成很多的图形很麻烦，我用大的长方形剪小的长方形，所以我的前面的那个部分是五乘五，这边是一二三四五，五乘五减掉那一个三乘二，25。减六，然后它是19，所以再加两个19，加二乘19，所以它拿到是109。哦，还是少了一面，还是少了一些东西。这个是236，这个是六，这个是339339。一面、两面、三面，这一个是一乘三，三二三六，OK，两个六，两个九，一个三，然后这一边是三五十五，五三十五，横这个五三十五，三五十五，五三十五，OK，这一个是339 326 326 313 OK 好，我的三个十五，两个九，两个六，一个三，三个十五，两个九，二乘九，不是二加九，二乘九。所以我拿到的是116，多余的116，OK，好，所以它等于116 cm 吧，就是这样了。那前和后都是这一个东西，好，这一份讨论完了。